那我是小黑子，今天开箱介绍这一件 Capital Ringelmann 的丹宁外套。那这一件外套的话，特点第一个是它的本部，就是中间的跟袖口还有口袋的布料盎司不一样。中间的话是用12盎司的，然后口袋跟袖子的是用8盎司的。这样子的话，在袖子这边活动比较，因为它布料比较薄，所以活动上比较舒适。然后口袋的话是这种不对称式的设计，我自己很喜欢。这边左边这个口袋是有两个的，那内袋这个是直视的，然后侧边这个是斜的。那我自己的话，直视会放个什么手机啊、钱包，比较怕掉的东西。再来看它背后的话也是一个不对称性的设计。那是整个后面这一大个。都是做了一个收纳袋的设计，那它这个收纳袋的布料也是用8盎司的，比较薄一点的。再来的话，这边的后面这个袋子是有，也是分两个，一个是这么的，一个是大的。再来的话是小的这样子的。那这一件的话，我自己是选4号，穿比较大一点，然后要遮袖袖子。那在春夏的话，或是冬天搭毛衣都还蛮好搭的。OK。